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和幻想。我叫蒋小兰，君子如兰是姥爷起的名字，他最喜欢兰花了。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，爸爸妈妈因为政治原因，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了新疆劳改农场，把我留给了姥爷。小时候我特别恨我姓蒋，因为蒋介石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阶级敌人，是小朋友眼里最大的坏蛋。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跟姥爷姓唐，哪怕被人叫成唐江、唐西、糖葫芦也好。走，带我找你们老师去。我不去，你帮我转学。你刚上几天学你就转学啊？你干啥去？上火。我和你姐的病人。你可看到我的酒壶盖子了？没有。谁要能找到我的酒壶盖子，我给他5分钱。我拿得了。借去。谁找到酒壶盖子就能给谁5分钱吗？借去，你听到没有？说话不算话。
打你是让你记住，以后不许扯谎，啊！唐大爷，把这五分钱去给许爷爷送去。小兰，别碰啊，干了还能用。唐爷爷，水龙头坏了。吃一口，再吃一口。你记得，我是你的妈妈。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会拿血食。烟酒茶汤老四样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知道今天的开支。好，还你十块钱，放那吧。月月问你借，到月底再来拿。唐大爷，你的钱。好。你给我探探。不是探探，是看看。讲。看看，讲给我看看，讲给我看看，你也讲，快点，快点，小翠吗？是那，人家不是光棍节，唐大爷。给参考消息。这月给你。这月该人家收水电费了。你家这个月是3.5毛。听人家讲水电不够治了，你得早点修。
你不修啊，我们不要赚钱。哪能赚公家钱呢？俺们家又不是光荣家呢。走，你老爷表现太好了。反革命狗崽子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为什么俺爸俺妈不回来？我跟你讲多少遍了，他们在新疆参加建设，啊，等建设好了就回来了。新疆在哪？哦，在大沙漠里。哦，坐火车得好几天才能到呢。嗯。他们到沙漠里干什么？他们要把沙漠变良田，啊！来，来，来穿上。穿上。唐大爷。哎，梁帅，先坐一会儿啊。哎，来，我倒水啊。哎，唐大爷，进来。唐大爷，哎，来了，哎，里边坐。你今年这天文章，中国的火车革命，火车也革命。法新社报道，正在革命中的中国，从法国引进了内燃机车，这是中国继德国和罗马尼亚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嘞，天山南北好牧场，戈壁沙滩变良田。冰雪融化，灌农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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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小兰，你不上课吗？走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坐吧，闭嘴，来，坐吧，闭嘴，继续练啊！这是问他老爷要的竹叶信，拜火的。你老爷可是医生？是啊，老爷用许多树叶、开花、泡的水，最败火了。你老爷真厉害。你们进来吧。你忙你的吧。那明天看着啊，我等你媳妇过来。嗯。来，继续啊。闭嘴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练体操的。走吧。他是谁啊？你对象？你们俩什么时候好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别跟别人讲啊，替我保密。滚！戒指，我又干错啥事了？你没去上学，你干啥去？我去上学了。扯谎！我到你们学校去过了，你们老师讲你两天没去上课。你上哪去了？体操房。那体操房干啥？是小翠姐带我去的，她对象是教武术的。戒指。还要我去拿戒指吗？
去上学，跟你家小翠去看体操。不去上学不管，小翠竟待你不学好。那小翠的对象是教武术的。谁说的？你看看你又扯谎。我没有，小翠姐跟他住一起了。你看那小翠对象吗？你可别说是我说的，是他让我替他保密的。真是，别打了哈。好吧，我今天不打你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那妖怪专咬爱扯谎小孩的脚趾头。全国体操冠军蒋少义，张开嘴巴。啊啊啊！你也练练体操吧，将来当个体操冠军。他这是喉炎，吃糖吃多了吧？来打针。我不要打针。能不打青霉素吗？太疼了。青霉素是副作用最小的。你看现在孩子都吃了一口四环素呀。啊啊啊！来。到床上躺着去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啊，不哭不哭啊！一会儿就完了。回家给你糖吃。不能再吃糖了。这是俺姥姥、俺舅舅、俺大姨、阿姨、阿妈，他们都死了。你别瞎说，你妈妈没有死，快快打三下。哦，对了，除了俺妈，其他人都死了。你可知道，那时候流行结核病，又传染又治不好。俺舅舅得了肺结核，俺姥爷想让他早点好。就给他多吃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，他就死了。俺舅舅死的时候就16岁了，俺妈那时候才5岁。要不是为了俺妈，俺姥爷早就不想活了。俺妈身体也不好，后来也得了肺结核。幸亏那时候发明了链霉素，要不然就没有我了。这条河叫淮河，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三大河。
据说南方和北方就是从这条河分界的。爸爸和妈妈在北方，我在南方。那时候我真盼望自己能飞过这条河，去北方看看他们，那该多好啊。这年轻人都下放农村了，学生交白卷，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国家不会就这样下去的，到小兰长大肯定就不用再下放农村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唐大爷还是叫小兰学个一技之长，像小强一样，到时候就不会下放了。来，俺们为小翠践行，啊，争取早去早回。对，早去早回，早去早回。好，我的孩子，谁让你喝了？你看。快进来！哎呦，你看，哎，快，你看，来，你喝着。哎呀，我小时候爱吃菜，吃菜啊，好，苦的大人睡不着。嗯，我父亲喝酒，哦，我天天给我一小盅，哎，喝完了酒，这一觉到天亮。后来呀，没有这一小盅喝。还不管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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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两天给我看看，这孩子不行，不适合练体操，太嚷，没有爆发力。老师，教教他吧，孩子学了一技之长，不就不用去农村了吗？这是俺对象亲戚，照顾照顾。行，只要他能吃苦。那谢谢了啊，听教练话，嗯，那我去训练了。坐下，前腿我得劈开，把手给我。想练体操就得吃苦，知道吗？坚持10下啊！那身子骨怎么办？嗯，我也一年，我也有一年了，全国一个冠军。那体操冠军哪那么好当的？练点别的，不去农村就行了啊！听见？嗯，你干啥去？要喝。你找啥喝你？老爷尿尿。
小兰，快快好了。小兰，小兰，你妈妈来信了啊，来。嘿嘿。爸爸，小兰，你们好。又有几个月没有给你们写信了。我和小兰爸爸每天都在建设新疆，已经把沙漠变成了绿洲。我们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葡萄和哈密瓜，真想摘一些给你们寄去哦。听说小兰要当体操冠军蒋少义了，爸爸妈妈真为你自豪。这么期待我干啥的？今天练得不错啊，一会儿素质训练，男队的去做俯卧撑，女队的队员去抛倒立。远飞的大雁，福特总统11月访问北京扫清了道路，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宴会上的这种公开表明的友谊，与他们在联合国中要讨论的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一致的。哦、你来试试我给你做的杠子啊！哎，马老师来帮个忙。哎哎，好。哎，对，嗯。哎，唐大爷啊，你不管你不管，你是我来。哦哦，看我来。来吧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哎呀，小兰要当体操冠军蒋少义喽！当科马内奇那是世界冠军。哎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唐大爷，这盆兰花还是生小兰那年买的吧？你花了很多钱，都快12年了。哎，小翠吧，听说大别山有特别好的兰花，小翠回来的时候多弄呢。唐大爷最喜欢兰花了。管朱德伟院长也喜欢兰花，还写诗赞美兰花嘞。哎，我听讲朱德伟院长有路过俺们这里，可能还要在这停车嘞。唐大爷，朱老总喜欢兰花，你多养点，俺们到时候给车站上全摆上兰花，朱老总一高兴，小兰的爸妈不就能从新疆回来了吗？朱老总是谁啊？他是俺们国家的委员长，第二把手，跟毛主席一样厉害。
哦。哎，小兰。啊。你肯定下来了，我这键盘图快找不住了。老爷，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你把麦乳精喝了。我跟你讲多少遍了，他们在参加祖国建设，等建设好了就回来了。嗯。那我们把兰花给养好了，阿爸妈妈可就能回来了。对，来，皮筋给你剪好了。嗯。来试试，省着以后让人家扛着啊。哎，走，下。来了，星期三回家更努力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磨蹭。干嘛呢？妈妈为什么他没有踢草鞋？他是业余的。同志啊，哥有体操服、体操鞋？没有，这些都是运动队发的，商店不卖。这个哥管？没有袖子。学校反对他体操服、体操鞋，这是当运动员应该穿的。他捧着衣服，却要难过半天，说是想到爷爷，真有点少见多怪。把他喝了。不过施主虽然有点土气，但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，力气大，跑得快，能吃苦。我这是第六遍了，你让我讲几遍你才喝？哦。你干啥去？到外面喝凉快。
是小兰，体操服改好了，来试试。你这个袖子是裤得改了吧？业余的就是业余的，装什么装？张小兰，那你是张小兰？是那穿蓝衣服？对对对，穿蓝衣服张小兰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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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世界体操全能冠军蒋小兰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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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你下来，小兰，你下来，你摔了你咋搞？你万一摔下来，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？你都被惯得不成样子了，你上房了，你还要干啥？你为何非要让我练体操？是你要当体操冠军的，我根本当不了冠军。人家都这事我就业余了，人家教练都叫人家就不叫我，人家都有体操服、体操鞋，我就没有。人家爸妈都在身边，俺爸妈就不在。一个人身上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，无论是面孔、衣裳、心理、思想，在这个方面，亲爱的妻是我的理想的化身。Thank you.
这是满清政府的，那时候景福铁路刚通车，我开着第一辆火车头从天津来到俺们这儿来，那时候还留着长鞭子。嗯，这是民国时期，我给李宗仁将军开过专列，哦，我开的稳呐，李将军面前放着一杯茶，纹丝不动。 哎，他问这是谁开的车啊？他的副官带我去见他。李宗仁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唐大车，你开的好啊，赏给我30块大洋。”日本时期，我吃光当光也不给他们开车。你舅舅就是那时候死的呀。哎。 这是国民党的，嗯，可不能对外人讲啊，嗯。那这是刚解放的，哎，后来他们看我老了，让我当总管，哎，我就不跑车了。哎，这一辈子要是能坐上内燃机车。 爸爸，小兰，你们好。新疆有个火焰山，我们家出了个孙悟空，听说小兰都上房了啊，还把煤车，要到新疆来找我们。
差点把自己丢了。你看，你怎么什么都干，把俺妈嫁给。小兰，你是我们的好女儿，爸爸妈妈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，坚守阵地，听老爷的话，等着我们回来，奖励你两个哈密瓜。听见了。小江，哎，康大爷，你还自己跑来，我给你送去不就行了吗？你稍等一下哈。哎，好。哎。哎，小江，给点吃。好。这是给你擦车的。好。哦，对，对，哈密瓜去。用不了这么多啊。拿着吧，年年麻烦人家大老远的从新疆买来。行，好，再见。这个给你们教练送去，叫他好好教你，你以后就是蒋少义的啊。嗯，俺爸俺妈好不容易从新疆带来两个哈密瓜，你都一分没有掉。自己能吃多少，让大家尝尝鲜。送去。小朋友，总教练家住在哪来啊？马洋家，你谁呀？你们洗澡房的业余的。给你留着嘞，快吃了吧。你看，这是生你那年买的那盆兰花，长得就是好。
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转眼球，顺时针啊。逆时针。唐大爷，我给你找了张朱德委员长和兰花的合影，你看看。哦。来拍照吧，俺们也来拍张和兰花的合影。小兰笑一笑。照片到时候要给朱委员长看的。你不会笑吗？嗯。好了好了，你笑得太厉害了。唐大爷，你脸上怎么搞的？啊？唐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小翠呀、啊！小翠姐，我从大街上给你带了兰花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！我一抬头，只见在楼梯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，那身影越来越大，越压越低。那个中国修女头戴黑脚巾，两只眼睛露出凶光，脸色惨白，身穿一件黑旗袍，赤着左脚，右脚穿着一只精致的绣花鞋。拿糖来，俺们现在来玩抓地主。手心手背，手心是解放军，手背是地主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，要向人生索取，不向命运祈求。红旗就是船帆，太阳就是舵手。小兰，是我。过来，别照了。小翠姐，你都吓死我了！你跑到这来干啥来的？藏了门来，你们干啥来的？哎，你体校学的怎么样了？体校已经恢复训练了，你都好长时间没去了吧？小翠姐，那个女的在黑的地方就会生小孩吗？不会的，青翠才会生小孩了。那你跟小强哥要生小孩了？等我调回来，结婚了就生小孩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小强都帮我安排好了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去了吧。你帮我保密啊。滚。小兰，你这个叫什么啊？这叫吃肉饭。你这一个字叫什么？叫打肉饭。哎呀，小兰不得了了，你要当体操冠军了哦！奖少一点。
哎，小兰，你，哦，你别管了，来，回家。李颖翠一向吃苦耐劳，表现出色。在农村锻炼的几年中，徐新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接受再教育，是人民的好女儿。这次由于遭遇山洪爆发，不幸遇难，让我们失去了这么一位人民的好女儿，我们表示沉痛的哀悼。Thank you.
老爷，你可怕死的？不怕。为什么呀？活着跟你在一起，死了跟你舅舅他们在一起，两边都是我的亲人。那人死了以后都到哪儿去呢？好人在天上，坏人在地下。那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帮人做好事，不讲瞎话，就是好人。
知道是不是因为兰花死了，朱委员长去世了，爸妈回来的希望又破灭了。老爷突然就不行了，医生说他太老了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衰竭了，只有心脏还不肯放弃。我想那是因为我吧，爸妈不回来，他怎么放心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呢？28日到达华盛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，将是中国的首脑第一次巡视美国。科学家正在发明一种如何让失去知觉的病人恢复知觉的方法。
老师养齐了，兑换你的十块钱。好，放那吧。你怎么跟你姥爷一样不会过日子？父亲大人您好，十年了，终于能跟您通信了。我们没有一天不再想念您和小兰。我和小兰爸爸的问题快解决了，怎盼望能早点回家见到您跟小兰。不知道父亲大人的身体还好吗？我和小兰爸爸都很好，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，但想着总有一天会见到您跟小兰，我们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。Thank you.
小爷，你看我是小羊，咩咩。老爷，你看我是小兔子，小狗，汪汪汪。老爷，你看我是小猪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嘎嘎嘎。老爷，你看我是癞蛤蟆，呱呱呱呱。老爷，你看我是小鸟，还小鸟，看我飞了，看我飞了。老爷，你让我给教练送哈密瓜，我怕人家讲我是暖皮精，所以我就把瓜给吃了。后来我就不去体操房了，我怕你对我失望，就一直没敢告诉你。还有生我的时候买的那盆兰花，也是被我给弄死的。我听你讲麦如锦有营养，就把麦如锦浇了花也想让花长得好一点，这样爸妈就能回来了。后来听你讲浇花要浇根，我浇的是花心，就把花给浇死了。我就这两件事瞒着你，你可能原谅我，我以后可能再到田行见到你了呗。天快黑了，庄老爷的棺材还没有运到，我跑到路上去迎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到路上来迎棺材，可是棺材来了，开车的人却没有认出我。我和庄老爷的棺材
擦肩而过。长大了，我才懂得，那是老爷不想让我看见他下葬。他去了天上。